天理晓，天理晓，论武八卦你咋调？沙架是哪个？呀呀，登地太监，呀小干，头等金庸剑，连红高小家来。天有江下，连红过梁，呀呀有枪，雷声白龙龙山两门党盛开，文武百官抵开来。山河下之安，官将贤贤不敢山，为国不满来禀贺，连动干戈去相战。官人大宋军中表兄在位，是将官人登基以来，文武群修国将马奉南山多将归国，点就无忧无虑，为着天波老之事，独坐天波老。你的江州如何团结下的有时点照不是白家回击哦。回呀、王昭杰显天一条，孙坚金殿连城。连红交给建筑五十万岁，万万岁！哎呀，王显天现在相公来打官人纪念，四将何故客满而归？母色不低。下端全家比赛，132口，四在多下，八九对四，我用我点的造势名嘞。万代如此，到底来将就下端转给来十之年是什么人？不过你都不知也没有下端比赛，你要嫁到有腿子对戏下在相互不办，怒气难恨，旧婚何年，便是我杀。那叫这个白死死骨跟夸人，明明都是这个交战的战力。红霞有听说，三官加三车，
由剑者严昭率领先队，由大昭前进到京城，全家被杀的凶手绝对不是别人，一定都是三国高山这部下第四将的将军。我那游家富有国的作怪咯，游家，哎呀！王昭见哈，王昭见啊！此说此理讲，必说必理讲，敢在东殿再次乱招，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乐见这样的车用先打到有个富沙帮这个凶手，要是真正是交战回来，我爹连对主有交代，我哪里要追主，哎呦好的了。那就这托我的内板骑士大剑，有个后来。